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住普贤行，面面入百亿不可说三昧，言不见普贤三昧，不见普贤菩萨三昧，即佛境界庄严前进。何以故？知一切法究竟无尽故，知一切佛刹无边故，知一切众生境界不思议故，知前进无始故，知未来无穷故，知现在尽虚空遍法界无边故，知一切诸佛境界不可思议，知一切菩萨行无数故，这些诸佛辩才所说境界不可说无边故，知一切幻心所缘法无量故。那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呢，住普贤菩萨恒愿，住普贤菩萨的恒愿所得的收怀是什么呢？普德，就是普贤的德性无尽藏。因为此菩萨要住普贤行门啊，这说行啊，恒是说法门，这是修普贤所做的，这叫行门。念念都入百亿不可说三昧，百亿加个不可说，念念都在三昧，都在入三昧。但是入三昧而不见三昧之相，也不见佛境界庄严前后际，这个含义就是说，这段经文呢，你念念都入百千百亿不可说的普贤三昧啊，也没有把普贤恒尽，也没有把佛的三昧尽，那叫三昧无量无边。说百亿不可说三昧啊，还不能见着普贤菩萨的恒愿的全本全体，不入他的全体啊，几佛境界。入了这么多三昧还没有进普贤三昧，就是说这种的三昧的德是无尽的，是无尽的啊，形容词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要这样的解释，这样说啊？争起的意思，凡是加何以故，云何，都是带着问号。什么原因呢？念念入百亿三昧，还说没得尽三昧际。际呢是边际的意思了，是吧？没尽呢，你还达不到呢，达不到边际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何以故？一切法究竟无尽故，一切法无尽，普贤三昧的德也无尽。知一切佛刹无边，知一切众生界不可思议，知前际无始。什么是前际啊？从什么开始啊？没有头也没有尾，未来无穷，就是前际不可尽，后际不可终。达到后际未来际的时候，
不可尽，无穷。那么过去不知道，未来也无穷尽，现在呢？现在之现在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无边无始，无穷无边，三界就是这样。现在现在尽虚空遍法界，也无尽。从这样子直到一日诸佛境界，不可思议。诸佛境界不可思议，一切菩萨所行的没有数量，念念入百千亿三昧，而还不见普贤三昧，就形容这个意思，解释这句话的。佛子若如意珠，随有所求，一切皆得，求者无尽。咱们经常在讲是如意宝珠，这个问题啊，我想了很久很久，好多年，一个珠子里头求什么都能得到，甚至求行菩萨行，如意珠里怎么会行出处菩萨行呢？如意珠是个比喻啊，不是事实，不是说那个如意宝珠什么样子，是他的心，他成就这个真心了，那才是真正如意，永远不尽的，随所求。第四天，天王称他有一颗宝珠如意珠，因为第四天王大多数都是这，咱们前头讲了，都是那个八九地菩萨即位显圣，即地是天王利益众生，以他的自在心，所以无尽，说有所求什么都能得到，求者无尽。假使我们现在修道的话，你们的心跟普贤的恒愿，有普贤的心跟无量诸佛的心不是两个，只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啊。在这个义理上，我自己所有的行门，所有的学法，所有的一切的你所求吧，不是向外求啊，都是求自己啊。但是以我们凡夫的眼光，以我们的见，不是眼睛那个见啊，是那个知见的见，说看问题的看法啊，以我们这个知见来认识问题，好像是外得来的，就是凡夫见。圣人见呢，他是都是自心显现，是吧？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随你所求，一切皆得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本具足的，本具足的只是显现而已，不论你求什么都能够满足。诸的利呢，这诸的势力呢也不尽呢，还没有说你求完了好像诸的力量尽似的，诸的力量没有尽，这叫如意珠。如意珠说拿这个来做比喻，说一切的大菩萨他们入这个三昧的时候，什么三昧啊？
无奈论，就是十定的第十定无奈论三昧。咱们现在讲的是十定的第十定，入这个无奈论的三昧。等入到这个三昧了，得到这个定了，知道的心呢入幻，所有一切的只有境界相都是入幻抛影，入幻，入幻而能够出生一些诸法的境界，不是真实的啊，入幻。那么出生一切诸法的境界也是入幻，以幻生幻法，周遍无若不尽，不愧不喜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修普贤的恒愿，得到这么多的三昧，怎么说入幻？是吧？单有言说，单是有境界相，这些境界相是从心生的。他拿如意宝珠形容，如意宝珠说你求的东西，在如意宝珠所求得的东西，就像你在心所求得的还归于心，那些都是假象，显示着定心，显示着无奈的定，这个定随你所应，随你所求，而显现的一切法无尽，一切法入梦幻泡影，是了知幻境，皆是景象。咱们照一千张相，把咱们拿，咱们在外头照相，到这个环境照一张，那个环境照一千张相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相嘛，为什么呢？缘起，缘自在生，因此说无穷无尽，只要有缘。在他体上呢，性空当中呢，没有增没有减，也没有个灭，也没有多也没个少，这样的无增减入影相。但是你得修观，这个无奈论是定，定所产生的智慧，反观定说三智慧，智慧又观这个本定，观本三昧，说直到外边所现的广大幻境是影子，没有增也没有减，无增无减是说它的体，这所显现的幻境入幻的，只是显现的相，不是真实的。相是原生诸法，体呢？体是本德具足的，体性是性空，这就是性空缘起。那缘起没有个尽呢？哪有个尽呢？这体无尽故。缘起法无有尽，也没有增也没有减。那这个道理啊，就是如意随求的，拿这个比喻呢，以下就结结实实升起的心，是吧？心生种种法生啊，说凡夫就不同了。一下就解释这啊，佛子譬如凡夫，
说普贤菩萨的口吻。普贤菩萨跟在会的大菩萨说，说显示这种道理，咱们举例来说吧，就像凡夫，普贤菩萨跟诸位大菩萨说，说譬如凡夫个别生心，凡夫是随着妄，他迷了本体了，但是呢这个妄是以本体而生的，叫缘起啊。因为性空无障碍，这个性空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定无奈轮三昧，这个定如性空一样是原生起诸法。那举例说，就一般的凡夫，没了真性的凡夫，各有各的心，个别生心，或者已经升起的，或者现在正在升起，或者未来生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生。过去的生的心已经过了，过去了，灭了，没有了，过去的心没有了，只有早前生的妄想现在不存在了，现在生的心念念不住，当生，当生未来，未来想些什么那还没有边际了，是过去现在未来，说已生的心灭了，现在生的心不住，未来还没来呢，遇到什么境界生什么，没有边际，找到所生的心呢，一个边际相不可得，那没有不是断灭了吗？不断。有没有边界？有没有个尽头呢？道道没有了呢，无尽，无断无尽，绵绵不断，就这么流转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未来过去现在未来，就是流转不停的起心流转。这个道理不用另外找比喻，说我们早晨到晚上一天，你生的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心，一个念头一个心，刹尘心念呢，它不断，相续不绝，一个念里头就前计后计中计，就有三次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说菩萨摩诃萨正得这个无奈轮三昧大定，正得这个定，而后产生的智，智所利益众生，所有一切事吧，也是这样相续不断的。这段的经文，就是普贤菩萨跟这大，跟这些诸大菩萨说，就是解释，解释无奈轮的三昧，这都是这个三昧种种的境界。这个三昧的境界是没有境界的境界，没有境界，幻境，说广大幻境。在三昧当中所显现的幻境，一下给他起个名字，普幻门三昧，无奈轮三昧。咱们李秀有个别名词啊，说普贤菩萨跟这些在会的大菩萨又叫普幻门三昧，全是虚幻的。找他个边界不可得，说测量测量吗？说大小长短方圆，没有，不可测量。何以故？了达普贤菩萨普幻门无量法故。
这凡夫啊，一个凡夫，就咱们个人吧，咱们是凡夫，你自己的都不知道，你的仙呢，生了好多念头啊，从早到晚，天天如是，嗯。睡觉，静止状态吧，它不停的了，您的心念不停的了。如果心念停下来了，心停了，不动了，死了，这个分段身完断了。它不停的，说我什么梦也没，没梦，您的心呢也没停过，心脏还能停吗？心脏不停，就产生一些幻觉。但是圣经来说，大菩萨，今天普贤菩萨说，他在普贤菩萨说叫普幻门无量法，就是普贤菩萨跟这些个大菩萨演说，就解释了前头所说的一切法究竟无尽，一切佛刹无边，一切众生界不思议，前后际无始，用这个就解释了，都是解释前头所有一些问题，也如意求于的，就拿众生心，咱们这四五百人呢，要是每一个人一天的心念加起来，谁也算不出来，这个数字没办法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啊。你报个数字，说我今天生了好多仙，生了好多幻想，你说得出来吗？就是自己，咱们经常说，有些人呢办什么事，哎呀，你这个人你自己不认识自己啊。对了，有一个人跟我说，问我呀，说你认识你自己吧，我说我不认识。他说让你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你能认得我吗？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啊，我咋认识你呢？我认识你的是相啊，我晓得你心想什么，个个不相知。不相知什么呢？虚妄，虚妄法。那个别生心呢，他念念不停的，前念过去了，后念又来了，现在的念头又不住，你找这个边界，找这个数量，不可得，不可得。这菩萨入这个三昧，入这个普幻门三昧也入世，这就是普贤菩萨的普幻门三昧，这就是无奈轮三昧的别名。无奈呀，无奈就没有障碍，生想什么都可以，没有障碍，任何时候，任何处，任何时候，包括堕到地狱，那是被苦所逼，被苦所逼迫，但是他不能逼迫，他想啊，他不停的还在想，拿龙王啊，拿下雨的龙王来比啊，一下佛子。比如南陀巴南陀摩那斯龙王基于大龙，龙王降雨，拿这做比喻了。这普贤菩萨跟这些大菩萨说，拿比喻来说，这比喻也是法，形容着一切法入幻入梦，龙有四种，有四种龙，在翻译名言记上说守天宫殿，这也是龙，
偏的宫殿呢是靠这个龙在支持，这个龙专管这个偏的宫殿的，他不让他落空中啊，他持，这叫守天宫殿的龙，令这宫殿不沉不落。还有立于人间的星云布雨这一类龙，降雨的龙，还有地龙，地龙啊，地龙是那个山里头像那泥石流了融塞了水多了了，把那个龙把它开去开打开，让这种一种龙叫地龙。地龙人说滚地龙啊，就把地打开让它要通水。还有伏长龙，伏藏龙啊，看藏的守库的。说人家有福报，他的财产别人偷不到，有伏藏龙守护啊，有龙给他守护。还有守这个殿的，守这个经啊、法宝的，藏经楼里头的，那有些个龙啊，专门的叫守藏龙，守藏龙。我们这华严经就在守藏龙，守在铁塔里头取出来的。人间没有了，龙树菩萨到那个龙宫里头，那个龙宫就是守藏龙。普贤菩萨举这个例子，说这个龙啊有四种，这个南陀呢梵名叫欢喜，南陀呀就名叫欢喜，拔南陀呢叫善欢喜，分华严叫善欢喜，还有其余他的大龙，这龙在龙降雨的时候，那一滴雨有好大呀，车轮子那么大一滴雨。有的我们偏偏一般的降的我们是小雨了，没有一定边际的了啊。随入是雨，云中不进，云雨，雨不下了，空中的云彩还照样有。云雨天，云雨天啊，雨下完了，雨后的云啊，那云彩的云。这是一切众龙无作警戒自然现象，龙行雨之后这些现象。说菩萨摩诃萨住在这无奈轮三昧，所以叫做入幻三昧。那普贤菩萨的三昧门呢很多很多。这是什么呢？普贤的智慧门。那普贤的三昧门，三昧就是法说的，又叫法门。普贤菩萨的智慧门，普贤菩萨的法门。门的含义啊，通达的意，通达一切法，通达一切智慧，就是这么个含义。跟通达呢，十通品的去讲，十通门讲十通，通达意。建筑佛门，建佛好像是没有什么通道，没人通道也有个门，建筑佛得走筑佛门，建筑法得走法门。你往南方有南方的门，北方有北方的门，行住方门，心自在门，加持门，神变门，神通门，
幻化门，诸法入幻门。我们本来说幻化门就够了，还一个加一个诸法幻化门。为什么意思呢？他分别开来说的。四门就是以智慧建筑佛，那诸佛加持，诸佛的加持得通达智慧。说我们感佛菩萨的应，但这有通达一个门，门是形容词，你感通达这个门没障碍了，因为这个三这个定啊叫无奈轮呢、啊、没有障碍了，这感跟应通了。我们现在天天求感还没通，没通就没应啊。现在我们求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并没来啊，那你没进入这个门啊，你进入这个门就见到文殊菩萨了。那文殊菩萨通过这个门也能加持你了，这叫加持门。你见诸佛得通过见诸佛的门，你往西方极乐世界你得走到那个门里头去才能到得到，那叫法门了。念阿弥陀经啊，念往生咒，那都叫法了，那叫法门。完了达到的心自在门，这样子才能得到佛的加持，得到佛的神变，自己得到神通，全是入化的幻化的，是吧？这叫在法上来说诸法入幻门。不可说不可说诸菩萨充满门，普贤菩萨语啊，普贤菩萨说呀、啊，这个见诸佛门、往诸方门、心自在门、加持门、神变门、神通门、入化门、诸法入化门，要把这些个门说清楚，说不清楚啊，不可说不可说。诸菩萨充满门，亲近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微尘数如来正觉门，入不可说不可说广大幻王门。现在咱们入网，现在电网啊，咱们入的，或者打电脑入什么，这个门啊比那个门大多了，不可说不可说幻网。入了这个幻网门，无量佛世界你可都可以上网，上了网，无量世界无量诸佛那儿你都能随便去，就上了网了。只不可说不可说差别广大佛刹门，这佛刹呀多到不可说不可说，那么多差别，那咱们才知道几个呀。咱们明显知道咱们这住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刹门，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佛刹门，要是留着光如来佛刹门这么常念的了，首先那广大不可说不可说佛刹门，佛刹还多得很。这都入这个三昧能知道，不入这个三昧无奈轮的三昧大定你知不到的呀。还要知道什么？知道不可说不可说有体性无体性四界门，
好要知道不可说不可说，众生想闷，众生在想什么？有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众生，他在想，你要跟他通达，知道他们想什么。实不可说不可说，实差别门，这个时就时间的时啊，时间差别有好多呢，说到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差别，你能通达吗？对，现在地狱什么时间？这个时间地狱叫什么时间？美国跟这相对的了，这个地球上有差两三个钟头的，有差二十，有差十二个钟头的，那时间的差别，他是念念的时间差别，其他的不可说不可种类的差别。这个门呢，全指着三昧说的，一个智，一个法。在这个时间上说，在时间说，现在极乐世界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？相差的非常之大。天上的时间跟人的时间不一样，人跟人的时间，西半球和东半球时间不一样，是时的差别。都能知道，入这个三昧都能知道，只不可说不可说世界。成坏门，好多个世界在坏，坏界，好些个时间在成界，好多世界在住界，好多世界在空界，同一个时间，咱能知道吗？世界的成坏，有些世界正在坏，有些世界是在住。有些世界正在成长，只不可说不可说，扶住养住诸佛刹门。世界养者是正常的，养世界和扶世界，它倒过来了。咱举个例子说吧，那夜猫子，咱们叫蝙蝠啊，这一些生物。正常睡觉都正着睡啊，他要倒过来睡啊，他脑壳朝下，脚挂上头，他就睡着了。他说脚不挂上头，脑壳不朝下，他睡不着啊。人要平行的倒着睡，要把你吊起来，你睡不着了，你还能睡吗？就是养世界、扶世界，各个世界不同，法无尽。直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神说的，这些个佛的法门、幻王的法门、佛刹的门、世界体性的门，门多得很，不可说不可说的，这叫住什么呢？住着普贤三昧门，而通达一切智慧门，通达一切法门。这就是说，你想入正法，什么是正法呀？什么是法？把法要讲清楚。这个法咱不做深意解释，就是说你的心量能包括所了解到的、所知道的，除了三宝的法门，还有无量众生的法门，还有有形的，还有无形的，还有心自在的，还有神通的，还有神变的。那神通跟神变有什么差别呢？有差别的，再我们分辨不出来，心自在门跟诸佛门有什么差别呢？
都有差别，都有差别的。法门跟佛所说的法门，既然加个门字，说自己他人都从这个门通过，但是这个门呢就有性空法，有缘起法，互相交应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世界性空没有体，世界是物，这无情动啊，无情动的没有体啊，没有体才能随你眼缘也好，境缘也好，随呢眼缘的境缘，缘眼缘境，这就是他的体。法性是有体，法性的体无形无相的，是空的，得靠缘起，缘起才能把法性的体显示出来。清净佛果道，顺真如的理，有体。虚言的妄刹，虚妄的妄刹，言法没有体，眼一静而起的菩萨入普贤三昧，自在入幻，入这个三昧自在入幻的当中，一念中皆能入实知。叫入这个三昧的时候，能够知道没有边界的事儿，没有穷尽的事儿，不疲不厌，不断不息，无退无失，与入法不入非处，不举不沉，恒正思维，这都说的相状。入这个三昧什么样子呢？无边无尽无作的境界相，那有境界吗？无境界的境界。这一段经文显示什么的呢？显示菩萨入无奈轮三昧的时候，境界相。这个境界相本来就是没境界的境界相，若无奈轮入这个定的时候，不是作意的，无作意，无作的含义什么呢？无功用道，不加功用，心里不厌烦，身体不疲倦，永远不断的，没有暂时间停息下来的时候，没有，永远不退，常不退，永远无失，无门而立说门，本来没有一法可入。没有一法没的门，门门都可通达，又都可以入，不住处，不住非处，就是心相契，自己的自心与一切境界相契合，恒正的思维，这种定，不掉不举，不沉不忘。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入幻三昧，所有世间的差别境界，其余而所的大悲大愿，
茶杯境界从大悲而起的，从大愿而起的。这就是说，无一切相，见了一切相，没有众生，见了一些众生。调伏呢，无量众生。调伏众生，没有见众生相，悉是无余。什么缘故这样说？说此位的菩萨，如这个无奈轮三昧的菩萨，他为了度越一切众生，为了度越众生才修普贤行，为了度一些众生才得普贤智，修普贤智就生了普贤的智慧。唯求求业智常无退舍，唯一切佛刹照世间灯，转不可说不可说法轮，以妙辩才直闻如来无穷尽时，是称佛道无有边际，调伏众生恒无废舍，常今修习普贤行愿，未曾修习实现无量不可说不可说色身相，无有断绝。那就是上头这些门呢，门门无尽，是什么呢？普贤度生的大业用。何以故？譬如炎火，随所有缘，与尔所施，火起不息。菩萨摩诃萨已复入世，观察众生界、法界、世界，犹如虚空，没有边际，乃至能与一念之间，往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微尘数佛所，一念之间，往无量无量的佛刹佛所，一佛所。若不可说不可说一切字种种差别法，一一佛所真不说，咱们举一个例，就释迦牟尼佛，咱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好多众生啊，而要说每个众生要说好多法呀，所以说不可说不可说一些字种种差别法，那无量世界的各个差别不同，那咱们众生教义上来说，这就咱们所知道的啊，极乐世界的法跟我们说这世界的法不一样的。要是流着光如来世界的佛所教化众生所说的种种差别法，跟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一样了。而且这个是说的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啊，无穷无尽的世界。那令这些个不可说不可说众生界出家修道，出家们为了修道，勤修善根，究竟清净。令不可说不可说的菩萨与普贤恒愿，未解定者而得决定，未经界未决定的就是没有发普贤的恒愿，还没有决定修行普贤恒愿，令他们都决定修行普贤的恒愿，修行这个入幻的法门嘛，让一切菩萨都决定修行普贤的恒愿，都决定难住在普贤的智慧之门，也无量方便入不可说不可说善事成住坏广大差别。
空妹说啊，成住坏空四大劫，这住三三个不说空，不可说不说成住坏，差别劫，接受时间，成的时间，住的时间，坏的时间。如不可说不可说成住坏世间差别境界，各个世界成住坏不一样的，都是因为大悲大愿调伏无量众生，就这么一个目的。什么目的呢？以大悲大愿调伏众生，是吧？发普贤横愿的菩萨，齿菩萨、摩诃萨，为了度脱一切众生，才修普贤横。因为修普贤横，以普贤横来度一切众生。因为修普贤横了，一定生出来普贤的智慧。那就满足了普贤所有的恒愿，那么这样说，菩萨修普贤恒有没有圆满的时候呢？没有圆满的时候成不到佛，要是行满了成了佛了，成了佛了，那个业用普贤的恒愿业用还行不行呢？说我前头跟大家讲，这果后普贤就成了佛了，还照样的行普贤恒愿，无穷无尽，更广大了。不论要恒骗一些戒，要受要一些时间，横遍一切法界之内的所祝福，时间呢无限无尽，时无尽，处无尽。度一众生是一切佛刹的众生，度好久时间，时间没有穷尽的，无时间的时间。所以菩萨诸佛愿力是度尽众生，而众生永远无尽的，那诸佛菩萨愿力也永远无尽的。诸佛菩萨度众生的愿力无尽，就是菩萨的那个诸佛菩萨的大智大慧也是无尽的。因为菩萨本来就为了度众生，众生无尽，他用度众生的体相用的用，所以才无尽呢。同时呢，菩萨有一个观，叫无奈轮的观嘛，就是这个定啊，这个定中，众生世界入虚空。既然是众生跟世界像虚空一样，虚空有边际吗？虚空有尽的时候吗？不论开好多门，目的都众生，都众生。说火吧，火得有生起因缘呢。过去嘛讲柴，用锌或者木材，这火着起来，那永远往里头填木材，那火永远洗不了的呀。没有木材填了，火才洗呀。心有多，火就在；心没有了，火就不在了。那菩萨度众生，众生没有了，那菩萨就完了，没有事做了。众生永远没有的时候，那众生这个因缘
所以菩萨这个大用啊，解释普贤行，解释普贤智，解释普贤用，都是为了度众生。什么时候才满足普贤的恒愿呢？众生度尽，众生永远不尽的普贤恒愿，永远如是行的。这无宗啊，无宗。是故诸菩萨应于入世种类，入世境界，入世威德，入世广大，入世一切诸佛现前住，入世一切如来所护念，入世成就往昔的善根，入世其心无奈不动，三昧之中勤加修行，临入若恼，无有疲倦，心不退转，立身的自要，勇猛无缺，顺三昧的境界。若难思的自地，不以文字，不着世间，不取诸法，不取分别，不眼着世事，不分别境界，与诸法智单应难住。不应成量，所谓亲近一切智，悟解佛菩提，成就法光明，是与众生的善根与魔境界中拔除众生，令求得入佛法境界，令不舍大愿，令勤观出道，真观净境，成就诸度，与一切佛生信解，常时观压一切法性，无时沾舍，应知自身与诸法性普皆平等。这一段，这一段啊，就是修行普贤行，是诸菩萨应于种种的境界、种种的威德、种种道场修行普贤行，显示什么呢？不可思议。普照明是指是智慧说的，说过去一些诸佛，现前一些诸佛，现住一诸佛，未来一些诸佛，常识入世，从这些个道理讲啊，佛从来没有入涅槃的。说诸佛、古佛、五十三佛、三十五佛，没有一佛不度众生的，没有一佛不护念众生的。那在诸佛，他那个意念，他那个智慧，永远是无奈的，永远在无奈轮大定当中。普三三昧，这些个修普贤行的，勤修普贤的，他没有热闹，没有疲倦，没有退转，他那个自相力的很深，度尽众生。没有缺药的时候，没有说众生难度了、困难了，退转去，那就不容猛，那就缺药。这些大菩萨没有，为什么？他顺无奈三昧定，这都是显这个无奈轮三昧定的，如到难思的智慧地，不以文字，在世间
不着世间，这就咱们那个十回向啊，不着不法无奈解脱，在世间度众生，不着世间，不取世间法，不起分别念，不眼着世间，事事不眼。也不分别境界，什么好境界、坏境界、严境界、悟境界、清净境界，没有分别念。难住是什么样智慧呢？法界智、无奈智，就是这个无奈定所生出来无奈的智，难住于无奈定。误解了佛的菩提，常识听见一些智智，成就了法光明。常识给众生，施于众生，施于就是说法，说法就是教育教授，让一些众生种善根。从魔境界当中拔出众生，这个魔不是天魔，不是人魔啊，是他的五蕴魔，是自心的魔，让他转入佛法的境界，这是菩萨的大愿。清观出道，真观清净的境界，成就了十度，对于一切佛生身信解，不是浅的啊，浅的圣解呢是地浅，地浅的圣解是浅的，是果上的信解那是深的了，都是称法性，观着法性，没有暂时的一念的舍弃。为什么？知道自己身跟诸法的体平等平等，法性即佛性，佛性即法性，佛性法性平等平等，同是一性。应当了明解到世间所做的，做一切世间法，随世间劫所做的一切，这是如法的智慧，这是善巧方便。入法性离体的智慧，所起的善巧方便慧。因此常精进，没有休息的时候，没有一念休息的时候，应观自身善根嫌少，应增长他住善根，应自修行一切自道，应增长菩萨的境界，应乐观进入善知识，应与同行而共资助，就是常识跟善知识共同资助，不分别佛，不舍离念，不分别就是佛，就是觉悟，觉觉没有分别，就佛佛道同。应不舍念呢，这个念呢就是念念念佛，念念成佛，念念是佛，不舍念，这就要能难住了平等法界。这个法界只是心说的啊，难度于平等心。应知道从真心所起的妄一切心识，识啊就咱们现在的识，如幻，不是真的。以什么来知识如幻呢？以智慧知道一切众生心都是虚幻的，不是真心，是幻化的识。应知世间住行如梦，
一切所有的动作全是梦境，不是真实的。应时应知，这都加个应知，应啊，知就是智慧了。以智慧知道一切诸佛的愿力出现于世间，如影像，不是真实的，叫什么呢？悲怨做幻化的佛事，度呢幻化的众生，都不是真实的。应知住广大业，这个业完全是度生事业啊，度生的广大事业，只是诸佛菩萨的变化而已。嗯，应知言语，就是想，音声。应知言语悉皆如想，没说义理啊，一切言语如想，观一切如法如幻，这些生灭法都是音声，生灭法如音声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是无奈轮三昧。嗯，钟声、雨声、风声，咱们打钟的钟，磬，一切声音，嗯，声声自在，直到这些个生灭的声音，声声自在，什么自在？性自在。但有一些声音都是自在，但有一些言说，一些言语言说回应如响，就是不是真实的，如幻如响如幻。应知所住的一切佛刹，不论眼刹境刹也都不分了，极乐世界的，娑婆世界的，要是流光的世界的，都是你所去的无量无边佛刹，没有体性。应为请问如来佛法，应为谁呀？因为一些众生说菩萨心穷正生界，他的定跟他的用没有边，没有际，没有终止，没有乃半，这样的修行菩萨，这个得三昧轮的菩萨是这样来修行的。接着理解了，调伏一些众生，说法要知识，而不要修习。知识说法而不修习，识呢就是时间，什么时间呢？缘起。有缘才能说，无缘不说。那一切的境界相，这是缘，无缘不现。我们所有一切境界相，你所见到的境界相是缘，就是缘起诸法。那一切诸菩萨、诸佛如来，他以神通乃至于他们的定力，就是咱们无论的定吧，乃至一切智慧度众生的大用，这都叫缘起。
不是真实的。但是不论诸佛的所现的境界，依他定所缘的境界相，缘的是一切的众生，众生是妄。知道诸佛菩萨是智慧，知道众生是妄念所起，缘起都是妄，不是真。妄由哪儿起的？妄由真起的。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但是这一切的法一没有乃伴，三昧没有前际，没有后际，也没有正入三昧的正入入际，都没有，一切都没有。以什么为种子？它的目的，觉言，觉心言，觉心中缘念，觉语言的传达，一切都没有。不要思念药干的菩萨，药干诸佛，不做思念。为什么？是自具。自具，明知诸法无作，而示现作业。明知无作而示现作业，明知诸法无作而解脱众生，众生他是执着的。明知诸法无权无实。明照诸法没有全实，而示现全实。明知诸佛不可见、不可知、不可说，而示现诸佛的实力，实无所谓，洒脱自海。都加四现的，是吧？成体而起的妙用，那诸佛如来舍受众生，不舍众生，让一切众生入住佛树，让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是如来所护念的。不但现在自在，过去自在，未来也自在。信解欲望，功德妙用，悉皆清净。这一段都是华严书钞说这境界相，说这么多种。因此呢，才知道总结以前的意思啊。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入世修行普贤之行，普贤菩萨跟与会大众的菩萨说，说是这样的来修行普贤行。上来我念着这十种啊，就是这样的修习普贤行，这样的圆满普贤境界，这才是真正的通达了处理之道。现在咱们普讲着菩提道处理道，要到这样的真正的究竟处理之道。如是受此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法，如是观察一切之门，如是思维不变一法，
咱们讲这个三昧，前头都讲入幻入化，现在让你思维不变一法，如是嘛明解真上的自乐，趋向与究竟的快乐。不是信解一切如来，这样的信佛，那我们可以对照我们现在信佛是不是这样的信佛，这样真正的信佛真是解悟了，这理解到了，这样的理解一下如来，如是了知佛的力广大无边的，这才是佛的真力，如是决定无所耐心，决定了什么？一切没障碍，心通达了。这样呢，入世舍受一切众生，咱们说度众生，度众生，这才真正的度众生。这样呢，才能得到佛的真正的加持的利益，菩萨的内德圆满的利益，能够把佛的果德的利益舍受成自己的，使自己同佛的果的利益，就得到佛果的利益。这是普贤菩萨又一个三昧啊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入普贤菩萨所住的入是大智慧三昧，十方各有不可说不可说的果道，一一的果道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如来的名号，一一名号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诸佛而现其前，与如来的面力，与如来的面力令不忘失如来的境界，与一切法究竟会令入一切字，与一切法种种义的决定会令受此一切法屈辱无奈，入这个普贤所住的大智慧三昧的时候，那就说正得了。入这个三昧的时候，得到以下我刚才念的这些个德吧，得到这些个功德，与无上佛菩提令入一些字，开悟了法界，这真正开悟了，悟入法界。那么与菩萨的究竟慧，究竟慧的境界相呢，令得一切法光明，一切法都是光明的，没有黑暗。与菩萨不退字，令知时非时善巧方便调伏众生，调伏众生得有智慧，也不退字，知时非时，说说法的知识之非识，还得加三角方便，同时与诸无障碍菩萨的辩才，辩才，令误解无边言说无尽，与一词与言说
一词演无量业，一业又说无量法，无量法令众生开悟悟解，得要靠辩才。辩才，辩才是什么？是智慧，是无奈辩智，证得这种辩才智慧，与神通变化力，令现不可说不可说的差别身，能现无尽身。差别呢是众生无量，菩萨得现无量身，随顺众生。像咱们念地藏经，地藏王菩萨所现的化身，无穷无尽的，无穷尽的。那么，佛字尚不知说，文殊师利菩萨容易千劫尚不知说，那是形容词，佛没有不知道的，形容他的变化身度众生之广，仅此而已，这样来开悟众生，与妙与圆满因。什么叫圆满因呢？令人家达到圆满呢，没有差别的因生，因生圆满了。令现不可说不可说差别因生，圆满因能够现无量差别的因，种种言辞开悟众生。众生有种种类，众生有种种语言的通达，不唐捐力，不是空空白白的，这个力量啊没有浪费掉，就不唐捐，没浪费掉干什么呢？令一切众生都得到好处，或者闻法或者践行都能成就，无空过者。佛子菩萨摩诃萨如是满足了普贤横了，满足普贤横就得到如来力，有净除离道，真正除离了。慢一些字，以无奈辩才，神通变化，究竟调伏一切众生，具佛成就为德。净普贤横，住普贤道，清净普贤横愿，住在普贤的道上，我以调伏一切众生，转一些微妙法轮。现在讲到这里吧。